你问啥子问？嗯，像个狗儿子一样。这辣椒在做渣渣面，好香哦！再放个辣椒，嘿，搁到油锅里炸一下就更巴适了。那就成了麻辣烫了。 风水，我看有点问题哦。啥时候了，还是说风水？哦，你们两个，把东西送进去以后，先回去啊。是。好。哎，你爱啥子？你是哪一个呀？我想问，你们找陆家谁啊？哎，陆家还不错嘛，居然还有保安。我不是保安，我叫帮子。 您看那个店，我老总。哼，帮子，我看你那个样子啊，硬是像个菜帮子。你回去把你那几个黄毛剃了啊，走。哎，别动了，哎，咱吃吧。 请问你们这里是十三街坊，又是一号吗？你们找谁啊？不用说，一眼就看出你是陆大夫喽。你看到人吗？我不是大夫，我把钱给我。那位是陆大夫。哎呀，老太爷，你是大夫啊？哎，那你们都站起来干啥子？ 太隆重了，这坐下坐下坐下，大家坐。这位大姐是？啥子大姐哟？应该喊亲家母儿。你们谁给我找的亲家母啊？不不，谁呀？谁呀？谁？我。谁呀？谁呀？啊？ 亲家，我看你们屋里头的风水呀，大有问题。谁有问题呀？你才有问题呢！哎呦，哎呦，我哎，别打了，出事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人到陆家提亲去了。提亲就提亲呗。不是，万一卢喜薇嫁人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喜薇嫁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！哎呀，你别打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干什么帮子？捣什么乱呢？求你救救我吧，你别打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胡了！哎呀，亲家门嘞，你盯到我爪子，我是你们的亲家。 赵小庙，我是你们的亲家杨大春儿。这个怪事嘞，咋个把我跟苗苗两个整到墙高头挂起来，犯忌了？杨大春儿，啊，坐着。哦，杨光，你还没有介绍你自己。哦哦，你听到我爪子？哎呀，妈，亲家。 喊你呢，他是在叫你。谁是你妈呀？说成是正大光明的光。杨大春儿，你是早晓得，在门口找个不还将，把你嘴巴给你缝起。二姐也不能在大姐前面结婚，是不是？那怪谁呀？大姐她不结婚。就是，那说什么呢？你扯我这儿来了，告诉你妈。 我真冲我结婚，谁结婚都行，别老是几万，好像我不结婚耽误你们似的。亲家母啊，嗯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，嗯，照说要给你们送很多礼物，但是我们想到那些啥子烟呐、酒啊、茶啦，太虚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给你们送的是实用的东西。你来看，亲家母啊，哎，你说啥子呢？哎，阳光，打个手机。哦，嗯、爷爷，奶奶，哎，老伴儿。
你来看啊，妈，我们阳光啊开了一个皮鞋厂。他做的那个皮鞋好得很哦，都销到那个国外去了。哎呀，所以啊，今天给你们家一人送了一双，送了九双鞋。送什么？鞋。送鞋？哎呦，好，这送礼哪有送鞋的？把鞋气儿都送来了吧？这不是，我还得抄家伙。妈，我抄家伙。妈，妈，晦气了，哪有这样的？爸出来了，爸出来了，不行了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憋不住了。儿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爸妈说一声就把自己嫁出去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亲家，亲家干什么？属啥子了？你管我属什么的呢？再说了，我们闺女嫁给你们了，这么大的事儿啊，送礼来了，这么大额子，我以为是液晶彩电呢，一堆破鞋。哎，亲家，亲家，亲家，你小不小心？你我属猴，你把拿走，都拿走，拿走，都拿走。真牛！半山，半山，拿走！半山，宋哥，半山哥，我们都有孙娃子了。姐，去跟你爸妈说清楚。这事儿吧，我有责任。爷爷、奶奶、叔叔、爸妈，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。你责任大了，你。你们两个气死我了！啊，你找什么样的人不行啊？你非得给家里找这么一家子，这万山，生米净做成熟饭了。只要他们相爱，由他们去。爸，您这我爸怎么着？老太爷都说话了，谁敢犟嘴？亲家，满意了。你小两口啊，八字也相合。我们娘家指定个地方，你们婆家买两瓶酒啊，是白酒。别忘了，那个酒瓶子上啊，得系上个红头绳。喝完酒以后，那酒瓶子里要放上两颗麦粒儿。妈，现在的年轻人没那么多讲究了，怎么能不讲究呢？两边亲家喝小酒的时候，还要给媒人敬酒三杯。媒人呢？啊，媒人呢？妈，他们俩不是自由恋爱吗？哎呦，再自由也得说说老令吧，啊？也得请个阴阳先生，选个吉利的日子。老太太说的对呀、啊，根据我的推算呢、啊，大后天就是一婚大吉的日子。大后天，对，大后天。满山，说句话呀。亲家母儿，这个事情就能够定了哟。嗯，等那两个娃儿了，他们旅游结婚回来，我们就请请客人，把你们家的亲戚和我们家的亲戚都请来，摆他个几十百把桌，我们好好的热闹热闹。亲家，这是大喜事，你啷个不高兴呢？站！胆子太大，想结婚都不通知家里。姐，别闹了。还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对我妹不好，我立马让你阳光日落西山，你信吗？
准备去哪儿旅游啊？我打算去啊，海南岛啊，那个地方啊，鸟语花香，空气清新啊。我们到东郊椰林去吃海鲜呢、啊，还可以吃这个东山羊，吃文昌鸡，这些东西啊，对脾胃肚子的娃儿了都是有好处的。哎呀，亲家母想的可真周到，有你这样婆婆对她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尽可放心。你去过海南岛吗？去过，一年呢、啊、去好几十次哎。我们家做的那个鞋子的橡胶啊，都是从海南岛运过来的。啊！那个把我这子的滚棍头就跑了。那个头滚棍嘞，你给我站到！站到！嗨，越喊你，你越跑得快。你跑，我看你跑得过幺幺零。喂，幺幺零，警察，有人偷我的滚棍儿，他，啊，哦，有人偷我的汽车的轮子。